阿娇，钟欣彤，34岁，出道14年，香港最成功女子组合 Twins 成员。Hilbert， 胡鸿钧，25岁，出道5年，二线歌手。两个人原本大揽都请唔埋，到底点解会挞着嘅呢？原来阿娇同胡鸿钧喺今年7月去咗加拿大温哥华参加新时代电影22周年嘅活动。呢、这个活动除咗佢两个之外，仲有无线、英皇10几个歌手出席。胡鸿钧完 show 之后，当一大班人食宵夜嗰阵，佢成功抄牌攞到阿娇电话，之后点仲使问咩？翻到香港咪使出电话攻势，嘘寒问暖咯。胡鸿钧知道阿娇之前整亲条腰，仲陪阿娇去睇医生，仲咪柴可夫添。而家咪得米咯。佢哋两个已经拍拖2个月。胡鸿钧仲有登堂入室上麻娇香龟添啊，真系娇唔怕旧，最紧要瘦啫。崭新采访角度，独家猛料，尽在依家娱乐。大家好，我系阿波。